王爷，王爷，水质呢？王爷，水质死了。看来墨脉之毒只有雪龙须能解。王爷，美玲姑娘出了芳华殿，被太子发现了。 受了这么多伤，你阿娘看到，该心疼了。我知道，你一定会说，你不怕受伤，也不惧死。 我也知道，若我要你赌上性命，你也一定会毫不犹豫的。你总说你要为无辜的青州百姓报仇，可你却忘了，你也是无辜的。 你忘了哭，忘了疼，拼尽全力才站到我的面前，我怎么能再连累你第二次？